我们的命运可能会改变，但是恁家迄几只哈较难。我们分手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不管，这是人给我一声妈妈，我都爱护这个。 其实老实说，非常非常的紧张跟忐忑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是第一集很受到大家的喜欢，所以第二集第二季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的，从制作导演，然后编剧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，虽然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但是我们其实真的是很忐忑跟很紧张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这样子。最近都睡不好，对，是没有瘦啦，但是对，睡不好，就还是蛮紧张的。你爸爸无论成燕配对不对？对呀，刚才叫电视，我不烦，对，哎，换人讲，关你，大家重新聚在一起，好吧，这样非常的开心，对，就真的大家已经感情非常好了，就真的很像一家人。每天相处都在干这个，就感觉不像在吃东西，吃东西聊天喝东西，我稍微都在睡觉啦，都在床上睡觉，对，然后有人是很爱
我们大家就面面相觑，对，我就有点心虚啊。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间都比我们拍戏的时间长，对，然后吃东西的时间也比我们拍戏的时间长，所以我们很容易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控制自己的体重啊，然后要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就是现场可以很开心更欢乐这样。放话讲啊，谢谢。我准备结束。果然就让大家失望。哎呀，输油，哎呀，输油，输油，会有这种，他讲话不会停的哦。他说你没有喊卡，他不会停。没有。叶教授，因为首先使得大家能够了解到，这是一个叶教授，他叫弄叶教授啊。我是导演，到跟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呢，他对于每个演员呢，都给予他们很大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啊！干什么？拉着我的后面？研究你的衣服怎么拉？因为他今天明明穿睡衣来，我们好奇他谁说被这个西装来的。我现在在讲感性的话啦，很快夏天。所以你们看看，我们在剧组就是这样，人家很认真在拍戏，其他的都一直在闹。我第一次看到他拍戏的时候，就是叫人家不要去吵他。他平常拍戏的时候，人家都可以去吵他，但是他那场戏因为他台词很多，那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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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累了啊！好了，还有两个小时，新闻台你专门人物专访，不是，就是他们都很激烈啦，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请回家。你小姐丽红来了，他们我的衣服干什么了？大家好，我是钟欣凌，婆婆二来了。5月10日晚上8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？敬请准时收看。